22日晚，冯绍峰透过微博晒瞪眼照，并和黑猫警长比眼大，俏皮的被文称眼睛很累的大唐黑猫警长。了解一下，照片中冯绍峰一身古装造型，一手托腮，表情严肃，瞪着大大的眼睛，眼神犀利。另外一张，冯绍峰虽然脸部有些许的笑容，也是努力的睁着一双大眼，不管是犀利的还是斜视的眼神，都和黑猫警长完全能媲美，简直神似。此微博曝光后，逗乐网友纷纷围观并留言称，这个眼神杀练得这么完美，有黑猫警长的即视感，冯哥你越来越可爱了，期待大唐最帅的黑猫警长冯绍峰破谜案。冯绍峰这么帅气又可爱的人，除了宠着也没啥办法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